这个是我们在10月1号已经发行了我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叫《Girls on Fire》，然后我们的 MV 也在9月29号已经上线了。今天有带那个专辑，想要献给专辑做好了，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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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哥有个心脏哎，心脏很重要啊。Girls on Fire，Girls on Fire。Hello， 不要乱讲话，什么一个心脏？好吧，不是不是一颗鹅啊。哇，这么大颗啊！这个心脏啊，心脏生蚝嘞，你嘞？哦，你们是。有6、9、10首歌哎，对，就他们比赛的歌，好任性的歌。这个小妞，你仔细看，有没有你们觉得看到有谁的影子？有没有一种影子？有没有？同学，你的感觉并不寻常。你比较不寻常吧？对你也不一样。想要说。说不起来，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没有一下，你再看清楚这个小朋友。整首唱完了，不是刚刚那首歌是谁唱的？你想想看啊，你鼻音很重，鼻音很重，刘很红，刘文正，南少，刘文正有小孩，南少吧，南少吧，我娘。笑笑啊，姑娘酒窝，笑笑，下面家的农舍有鬼，姑娘长得俏。笑笑啊，笑笑，不敢笑，我不敢笑。来来，抱一下，抱一下，阿姨抱一下。抱腰，抱腰，抱腰，抱腰。宪哥，我如果一直没有猜出来，你是打算只全部唱完吗？高大哥，高大哥的小朋友。啊，真的？对。我以为你说他长得像高大哥。他长得像妈妈啦。对，长相对啊，也没错，也有了。看他们要对你致敬的是哪一首歌，请看。不顾一切，这才艾薇。我记得就是在海边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全身都是汗，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solo， 一直跳，一直跳，也没有编过舞，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往前奔跑的一种无惧人生的一个正能量的感觉，无所畏惧。可是这讲的是爱情，对，爱情人就这样嘛，你这辈子有曾经为爱勇敢过一次吗？失败的。我跟你讲，我没有啊，我是爱情上面我是懦夫。看不出来，来来，这一首《很很爱》，好不好？我们的 G O M。Thank you.
GOM 青春，他就是无太厉害了啦，越来越厉害。来，看在心里面肯定感动。那给我们讲解一下。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性感破表很棒啊。对，我觉得前面那一段可能会吸引很多男生，但是都是女孩子，到中后方很有个性，我觉得又会吸引男女通吃。通吃，通吃。对的，对啊，一切没问题。就通通是女孩，我们评审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破表，性感破表。还是说爆表啊？对的，哦，性感爆表，爆表，讲台语爆表，性感爆表，很辣，性感爆表哦。哎，好，加油好不好？高点评价，现在又希望唱片了，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个可以唱片大卖。加油，展开这个演艺事业的新的一条路。加油加油！到底这段表演能不能获得你们的青睐呢？喜欢给个笑脸，不喜欢给个臭脸。来，一起来举牌，三二一，请举牌。有笑脸就有奖励，有奖励有奖励。张老师，机会拍一位，机会一位一位。旁边在举那个许若瑄，我以为后面没有，我一直在呼吁他，请准备来举，只对你一个。这不是你的节目吗？是是是是，好，你们获得的奖励就与女神合照，来，自拍照。好，前面有，我们有一台手机，有一台，看前面有，看前面。可以，哎，大家靠近一点，靠近。Close，Close，对啊，对啊，靠近。可以拥抱，可以摸，可以摸他的金身，赶快，对，金身，赶快，可以摸，可以。一二三。